模拟现场状况。现在想当赛车手，不用到现场风吹日晒，只要靠这台赛车模拟器就可以帮你做到。专业教练现场示范，坐上赛车模拟器，油门一踩，赛道左弯右拐，座椅随着上下起伏，如果不小心撞车，威力可不小。座位操作装置全部仿真，甚至连速度临场感都可以模拟。压到所谓的路沿石，比如说换挡的时候顿挫感觉，都是跟车身的感觉都是一样的。这台号称全台唯一的赛车模拟器，由台中一家超跑改装厂引进，标榜未来民众想要考专业执照，不用大老远跑到现场室内上课就可以完成梦想。对，第一个门槛低。因为要下赛车场，比如说我要开下来厂车，那么给你的厂车，光是30分钟的租金，可能都高达快100万台币了。对比一般考照与模拟考照，一般考照上课时间要花8小时，费用17500元，另外要再加租赛车的费用，至少是120万元起跳。好处是能够实地下场，但受到气候影响也比较大。而模拟考照的部分，上课时间直接砍半4.5小时，费用1次15000元，不用额外租车，全程在冷气房里训练。赛车模拟器降低了上路的风险，想给当赛车手的民众一个安全的新选择。另外，这间改装旗舰店还集合烤漆、改装、美容等功能，想要透过一站式的服务，一次掌握超跑的高端客群。记者林祥记者锦城 SNG 小组台中采访报道。